陶晶莹平时工作繁忙，也不忘透过社群分享日常生活点滴和粉丝网友们互动。日前她发文透露，本来打算与作家艾莉来一趟闺蜜之旅，没想到却发生惊魂记，与两人计划搭乘早上8:30的飞机，因此她设置了清晨5:40的闹钟。没想到她不小心把闹钟调成了下午5:40，结果直接睡到早上7:00。陶晶莹惊醒后才发现睡过头，立刻收拾东西光速出门，所幸两人的机票并未因此失效，成功补到了下午的班机。陶晶莹自嘲自己败给自己，这已经是第4次发生类似事件了，而且每次的原因都不同。她也表示愧对同行的艾莉错过半天的旅行。至于为什么只设置一个闹钟，她则强调只要闹钟一响，自己就会立刻跳起来，因此不需要设置多个闹钟。但就算她设置了好几个闹钟，也全部都是错误的时间，根本不会有帮助啊。you